我现在入园了，然后我跟乔安旭到门口，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跟我说他没有带身份证，他又回家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稍微等他一会儿。我再多说一嘴，其实如果你没有带那个身份证，你可以直接去在平台上买电子票，它可以刷二维码，一样像坐地铁一样上，就是进园就行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吃了。带饭。其实也不像，我感觉他们是会被送到市民服的样子。农家三养鹅。对，农家三养鹅。那边多大？太大了。我看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。啊，那我们就去看这个魔馆吧，看起来就是还不错，我们看一看。应该可以吧？我们说祈祷呀！啊？我看看，我往里边逛了。空口。长得确实有点特色，长得还是有点特色。我要看大象了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好吧？好吗？好吧。但是这张的三怎么那么黑呀、啊？好黑呀、啊！没关系，大象白就行。对，大象白就行。大象白就行。感觉好像进了一个澡堂子，这股水的味道，是吧？怎么这么热、啊？怎么那么像澡堂子？哇，这名字好霸气啊！是个皇族吗？皇族哎，你是？走吧，行。啥也没有，这啥也没有。我们去看这个大锦鲤，这巨大，这巨大，怎么就能这么大呀？那你看这大哥大，小吧？不是小吧？怎么会有鸭子？你哪来的兄弟？看了锦鲤，新的一年有好运。这挺凉快的，应该。它好呆呀！哎，这只朝我们走过来了。Hello。好了，兄弟。哎，一群都来了。好嘞，都来了。上玩具。等一下，我手好，你往前点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帅死你！你看，这我真不多说了，好吧？这你要能给我拍出一张这个，我就不错。
我试试，我可以试试，我觉得是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没有啊。是稍微有点近，但是很好看。啊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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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现在不是找你过来上暴雪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已经是闭园前最后五分钟了，现在我已经快到出口了。然后今天从下午一点开始到现在也玩了很久了，中间还吃了一顿不怎么样的西红柿炒鸡蛋。然后今天的动物园之行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往那边那个在抓石子，我去，我给来一起拿你，过肩摔。那边在这里聊，不让人走。不知道啊，这猴屁股咋了？这小猴，真的，这小猴什么风格？没有其他猴拐的。移动的，那个，移动的，那个，那个是老猴啊，好像。你聊。还要练那个手？我没讲。哎，你说这个小猴给旁边这猴来一拳，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跑了？开始扒拉人了，终于跑走了。我真是打过枪，这有意思啊！我以为的我自己。实际上的我自己。你看我像不像沙弥拉？像不像？啊